康上行，等我啊，康上行！你能等我啊？我现在等你啦，你等一下啦，要把你放回去。余守恒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的关系是开始于一个规定的。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同，只是我不够勇敢，不敢与你为伍。很顽皮，然后在学校呢常常闯祸啊。那我已经有带他去给医生看了，那医生呢也建议我说，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哦，能够陪他的话，他呢就会比较好，就比较那么不会顽皮。起立，李正，敬礼，老师好，坐下。班长，你们老师叫你去办公室找他。老师，那这样子就麻烦你了哈，真的是谢谢你嘞，好好，谢谢谢谢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好，慢走慢走，报告，来，班长来，来，班长，老师呢想请你帮个忙。老师知道呢，班长你是个乖小孩，那呢余守恒啊，老师希望呢你可以去当他的小天使，帮忙他，跟他做朋友，这样子呢老师相信啊，不久啊余守恒呢就会变成像班长一样的乖小孩了。班长，你愿意帮老师这个忙吗？
图画纸上画下对方的画像。会跟你们一组。用蜡笔画哈。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组？有些小朋友画得很好呢。哎，余守恒，你还没有分组吗？有没有人要跟余守恒一组的？有没有小朋友要跟余守恒一组的呢？郭老师，我跟余守恒一组好了。好，康正行，你就跟余守恒一组吧。去那个公园玩，去玩他昨天，他昨天哪里拍的？不要，哎，康正行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黄奇文，78分。不满80分，自己再上去。康正行，67分。班长，你真的退步很多哎。李涵爵，84分。老师哦，也不是想要处罚你们，只是啊，你们真的考得太差了。你们考这么差的成绩，啊，对得起自己吗？对得起老师吗？啊，老师陪着你们呢，这些题目啊是做过一遍又一遍啊。好，那现在呢考一模一样的题目，结果呢你连80分都考不到。啊，老师真是不知道，花了那么多心血，结果你们考出来居然只有这样的成绩啊。我们两个加起来刚好是100分呢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会想，如果当时的我能勇敢地跟老师说我不愿意，那么现在的我到底会多得到什么，又失去什么呢？在这里哦，干嘛？干嘛一个人在这边？心不好？没有啊，就到处晃晃啊。你知道，刚你不知道我打得很烂哎。你烂关我屁事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干嘛？走了，上课了啦。哎，走了。放开了。哎，走开。这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不会告诉你知道我在哪里，钱我自己储的。是我在台湾，不说。回家，你叫一声不响的飞来台湾，你老爸会担心的。你等我跟去香港，你又不担心？啊？你把我一个人送去香港，你怎么都不担心？我哪有把你一个人送去香港？
你老爸和丽华阿姨不是也在香港吗？而且当初是你自己说要去香港的。好了，吃慢一点啊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早。好，请稍息。今天主任在报告之前，想先请一位同学到台上来。302班杜慧佳，杜慧佳上来。杜慧佳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跟其他的同学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的？啊？各位同学，可以看看台上的杜小姐跟其他同学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知道，让我来告诉各位，我让她变得跟其他同学一模一样。安静。各位同学，希望各位以后都能够确实遵守我们学校里面的服装仪容穿着的规定。杜慧佳，入列。哎，你还好吧？没关系啦，头发剪短了还会再长啊，不要那么在意啦。是啊。嗯。哎，看真行。嗯。我们翘过去台北好不好？那你要到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吗？应该够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好。到哪里？到台北两张。看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很好。好了。豆哥，骗人！走。
哎，等我一下啦。而碱的水溶性具有下列通性：一、具有苦涩味及滑腻感；二、会使红色石蕊试纸呈蓝色；三、乙酸作用生成盐类。早期的化学家根据物质是否具有这些通性，为判别是否为酸碱的标准，也就是将酸定义为念慢呢、欸，
没有啊，走啦走啦，快点啦。哎哎哎，我还没上去。哎、欸，高正行，怎样？你要念哪一所大学？你又考不上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哎、欸，我高中不就考上了？那是你运气好，搞不好我这次运气也很好啊。考上才有鬼嘞！只要我能够带学校篮球队拿到冠军，搞不好就可以保送啦。好啊，那我就考烂一点啊，你自己跟去念。干嘛这样啊？走！哎、欸，干嘛？哟、嗯！哎、欸，说好了念同个大学。再说了，干嘛再说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喂，喂，你干嘛、啊？那谁啊？没有了，不关你的事。谁说不关我的事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追啊！为什么不追？余守恒，你不要追了啦！我们又不认识。余守恒，喂，走了啦，不要闹了啦，快走了啦！余守恒，你不要追了啦，余守恒。哎、欸，余守恒，你不要闹了啦，走了啦。余守恒，走了啦。走了啦，余守恒，走了啦，走了啦。哎、欸，你干嘛、啊？很危险哎、欸！你干嘛闹他？我闹闹他。你真是讨厌人，你又跟他不熟。好玩啊，又不会怎么样，玩一下。什么好玩？康正行，我们去喝东西。哎、欸，他国语怎么怪怪？他香港人哦。你们两个大男生坐在一起，急不急啊？不会啊。康正行，坐过来好了。哦。哎、欸欸欸，不要那么麻烦，我过去就好。你们两个怎么认识啊？校刊社。校刊社。很无聊哦。正行，我先走了。回家。哎，他很奇怪。干嘛？真的啊。哎，你真烦呢。哎，英文考试你有准备吗？有啊。怎样？哎、欸，先吃哈，不要等我了。好啦，哦，我都没看嘞，真假的？那怎么办？帮我。我怎么帮你啊？我自己会不会啦？那怎么办？小超，小超又是我。多吃一点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正贤，多吃一点、嗯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多吃一点啊。好，妈。我先上去。没有关系，你吃。哦，好。嗯，放着，我收就好了，我收就好了，放着，我收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先上去了。我收就好了。哎，余守恒，你们说要看书。哎，余守恒，你不是说要看书？干嘛了你？哎，你们看书后我要走了。
正行啊，回家来找你咯。哦。干嘛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啊？没有啊，无聊啊。正兴啊。嗯。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跟你很好的那个余什么？余守恒啊。嗯，余守恒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那你要不要告诉他？放心啦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回家，对不起了。哎，你们看康正行？没有啊。算了，没事没事。喂，喂，我没看到他。哦。想看就去看啊。哎，走了啦。
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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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有雨，哦，下雨。喂，我回去拿个东西啊。你干嘛来看我打球啊？无聊啊。该不会肖干是要访问我吧？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背包跟着我好不好？谁跟着你？我只在拿背包而已啊。那你去拿啊。哎，你干嘛一直往这边走？门口不在这里。你不会管我好不好？离我远一点好不好？不要乱进人家教室啊！你放开我！哎，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我好心关心你凶什么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在第一天认识你凶。哎，杜伟佳，你跟康恩行怎么认识的？就肖干涉啊，我主动就跟他讲话的。他怎么都没跟我讲？他不一定什么都告诉你吧？我知道啊，他喜欢你吗？没有吧。那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你觉得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当我马子啊？什么马子？听不懂哦。女朋友，男生女生在一起啊？哎，哎。考上大学，我们住在一起。你是不是在拒绝我啊？我功课很烂哎。对，我在拒绝你。总之，你考上大学，我们住在一起。
那势利眼你读不读？我可不可以边读边重考？昨天念书念很晚哦。是啊，你现在知道。我们系上今天第一天练球，陪我去好不好？我干嘛要陪你去啊？不能上来复习考。拜托啦，你现在就好了吗？给他，敲敲，我来，哎，不要被挡啊！给他，快，后面，传球，传球，这边，快，来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上低点。好。球拿好，对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《送友人》，一开始一脸入言，就以青山白水呼应到浮云还有落日；而王安石的《世长安居》里面，不同的一个分与合，互相矛盾的一个对比，造成两幅诗词之间不同的地方。只要看一下从第一句的山水。还有客舍柳，加上恒星，强调与虚空自然生态，形成一个离别时的一个背景。时间到了，考卷往前传。不要写了，考卷往前传。同学不要再动笔了，考卷往前传。数学是啊，那国文都靠你。那英文嘞，你好好读一下，一人一科。好，一人一科。你社团刚结束啊？
对啊，我刚刚去晃一晃，现在等正行。是吗？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他出来了，拜拜。康正行，喂，康正行，你干嘛不理我？哎，你干嘛不理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陪我去吃东西，我肚子好饿。哎，我。哎，你知道，我今天被我们系上学长电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女生跑来看我打球啊。哦，是哦。哎，我们西藏要办新舞会，你要不要来？再说咯。那女生还不错哦，哪像我们西藏的女生，一个比一个还壮。我就被他打一巴掌，应该就死了吧。哎，我觉得我们班有个女生还不错。你喜欢啊？嗯。哦。Dolphin show. This will be read at a regular speed. Roger, you've been working. Oh, 今天好热哦。Don't be silly, darling. I'm a fool. I've too much work to do. I can't go for a walk. Oh, really? Tell me, what's the matter? Well, I. You haven't got any.哎、欸，今天中午不是叫你吃饭，你怎么不在？我跑去你们班找你了。喂，干嘛啦？我要跟你讲话哎。中午不是叫你吃饭。不要看错我们来聊天啊。哎、欸。还来啦！哎，我要考试哎。哎，你哎，那你中午刚好不一起吃饭，讲好了。我有事，可以吧？不准超线。No, I suppose not. That's a theater over there, isn't it? Yes, it is. And there's the observatory. 你们就不理我。
哎，我手机打不通哎。我有事啊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喂，妈，你们没事吧？喂，守恩啊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哦，对啊，我现在跟正廷在外面。是哦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好，不然明天我帮你一起整理嘛。好了，我会自己小心的。难受。好了，嗯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啊？新闻摄影啊，老师给的作业，题目是抓住真实的世界。真实什么？老师没有告诉我们该拍摄什么啊，他只说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。那为什么不叫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？守恒啊。嗯。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事告诉真心？为什么？每次去找他，你觉得好像在骗他一样。还是先不要吧，等他考完试再说。嗯。叫我下来干嘛？我无聊，陪我去晃晃。哎，我要补习。走啦。哎，等一下还要考试。走啦。走啦。拜托啦。
突然下那么大雨啊？哎，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啦。哦。刚刚慧就要打来，你在骑车，没有接到。你们最近很熟啊？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回家是你以前的马子，可是他常常跑来看我打篮球啊。我知道你们以前常混在一起，校刊社的。可是我们不是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哦。慧佳有说要等我考上大学才跟我在一起。哎，余守恒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慧佳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是真的喜欢她，还是只玩玩而已啊？我是真的喜欢啊。其实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了，可是你现在准备考试，我怕会影响到你啊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马上就跟你讲。我要先回去了，你陪他吧。正行，你干嘛啦？哎，你干嘛？喂，唐太学，说你慢慢说。他怎么知道的？
占星，我是寿文啊。你电话关机，我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是想要跟你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我而言，真的很重要。总之。康德行，你就是陷到沙里面，全部陷进来。你们要去吗？去啊！去啊，好去吗？对，打工一晚上，打什么工？干嘛？拿一点啊！做嘛？很多人来耶，拜托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去年很好，我们西藏今天晚上的舞会你要不要来？学长都这样讲，你会后悔，走啦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好了，那不然要怎么去？我有车啊，还有车，我也有一台啊。我自己去啊，啊那你怎么去？啊、男朋友会带我去吧？哇、哦，这么好，超级好。超级好。算了，那你要自己去还是跟我们去？我今天还是不去了吧。为什么？那干嘛这样？出去就不好玩啦、啊。不是，正行今天晚上有事，我要早点送他回家、啊。我要打工，我都去，一起去啦。哎、欸，你自己去好了，我要领我自己回去了。你看嘛，他都说他自己回去了，你就跟我们去啦。走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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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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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哎呦，我们这样子好了，走啦。那你去长滩啦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嘛。没有。怎样？如果正行去，我就去。不要，喂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走啦，快点，好啦，快点啦，走啦，很好玩呢，不要扫兴好不好？走啦，求求你，去啦 ，OK， 不要扫兴啦，好，不要再考虑了，就说好，好，求求你，好啦好啦，我去啦，耶，对。龟兔赛跑，猪当裁判，就最后谁赢？乌龟吧。我是猪王。你才是嘞，白痴。我朋友来了，我过去一下，我等下就回来。好 ，OK， 拜。刚刚那么闷啊？没有啊，你自己先去玩啦。哦，要玩就一起玩啊，而且等下回家也会来，他可以陪你啊。好，不然叫我们来玩游戏啊！哎，什么游戏啊？刚刚那边有两个女生教我玩的，二选一，两个只能选一个，然后一定要说实话。我不要，快点啦！我不要玩啦！我不管，开始哦。你爸跟你妈都喜欢啦，两个只能选一个。我妈，头发跟眉毛，谁的？当然是你的。头发，胸部跟屁股，屁股，身材跟智慧，智慧，你屁呀、啊！你到第一天认识你啊？欢迎我了，不要了，快点啦！我又问什么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黑跟白，什么？黑跟白，黑。水果跟蛋糕，水果。猫跟狗，狗。快一点啦，哎、欸。哦，好了，我想一下啦。快点快点快点。那我们回家。啊！哎，我要去厕所。振兴吗？振兴！Yeah.
好朋友是不是啊？好啊，那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就没有资格当你朋友。小时候是老师规定我要去当你的朋友，我根本不想做你朋友啊。喂，是，对，我是他朋友。钥匙啊？Thank you.
吗？我是正行，守恩现在在我家，你要不过来陪他？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要好好在一起。行了。正行呢？不知道，他早上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在这里，那我就过来了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在了。台北好像很难看到海。你知道吗？嗯。我小时候一直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小孩。你现在也是啊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小时候超皮的。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拿剪刀，剪住在我前面那女生的头发。我们老师气得半死。你知道他怎么罚我吗？他罚我把课桌椅搬到操场中央，不准我进教室上课。那个时候都没有人肯跟我做朋友。我到现在还是很怕那种感觉。后来正行出现了，不管我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一定会陪着我。他是我那时候唯一的朋友。后来你也出现了。我真的不能失去你们两个任何。我们真的长大了。人长大了，真的什么都变了。
车跟谁借的、啊？学长，学长啊。那你小心点开喽，不要把那车弄坏。坐我车不是很方便吗？干嘛一定要开车？反正不是都要下来，与其排队买车票，不如我开车。网络早就开放订票了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这是哪里啊？哎，你到了我们这里干嘛？喂，余守恒。守恒。振兴啊。嗯。要不要下去走走？那我下去喽。嗯。真的不要，你去就好了，我在车上等你们。嗯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太习惯振兴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太习惯你们都会对我很好。回家，我们会不会以后都没有交集？我是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？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？还是先不要见面好了。什么？我说，不是你不好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还是先不要见面好了。我是说真的，你很多事情都还不知道。不该这样说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不知道。什么叫做不知道？我你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有什么不能讲的？余守恒，你说好朋友有什么不能讲的？好啊，那我当然想知道，你听了这秘密之后，还会不会想要跟我做朋友？余守恒，我不是只有把你当朋友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
要告诉你。李太太，这种过动的症状是可以透过团体相处获得改善的，或者是帮他找一些小朋友跟他同组玩在一起，这样我想应该能慢慢改善他心性不定的问题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被老师规定的。我一直都知道你不是自愿跟我做朋友的。我本来要让你跟我一起被罚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。真的太寂寞了，陶振行，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残酷的未来，狂放到多年外。不想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酷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剩下去探望，把残酷